Hello， 我是佳子姐姐。炎热夏天，想不想来一个冰淇淋解解暑？今天我们来做冰淇淋捏捏乐。首先准备一张 A4 纸，最好是薄一些的，把它对折，然后用黑笔画出冰淇淋的形状。眼尖的宝宝一定发现呢，我是照着右上角摆件画的。这里我画了两个雪球，再填上眼睛嘴巴会更可爱。然后像这样把蛋卷部分的纹理画出来，再涂上你喜欢的颜色，拿出透明胶带，小心的粘到纸上，然后把冰淇淋图形剪下来，这里可以留一点白边，再用透明胶带把边封好，但是记得要留一个开口哦。最后呢，去妈妈的厨房拿一块洗碗海绵，剪成小方块，把它们填充到冰淇淋的肚子里。现在只需要把开口用胶带封好，一个可爱的冰淇淋捏捏乐就诞生了，非常的可爱又饱满，摁下去会有回弹效果，捏起来呢 Q 弹 Q 弹的，真的非常的解压哦。那说说你们夏天最喜欢吃什么解暑呢？教程结束了，明天见。